王元基支持着司马昭，与他一起消灭了蜀国。蜀地刘禅被封为了安乐公，三国鼎立的时代就此结束。为了统一天下，司马昭开始了最后的准备。不过，王元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改变。察觉到了司马昭的成长后，依然每天都照顾着他。对于肩负重任的司马昭来说，这也是无法替代的日常。子上大人又到哪里去了？上大人，薛元基啊，真早啊！居然放着正屋不管，在别人房里睡觉，看来需要惩罚你一下呀、啊！嗯，拜托了。怎么这么爽快、啊？最近大家都与我疏远了，真是无趣。只有元基你啊，还是原来那个样子。无论立场变成什么样子，子上大人就是子上大人。你会像这样逃出来，就是最好的证据啊。是啊。如果疲惫了，就原谅你一下好了。啊！不过，为了防止你溜到别的地方去，我要在这里守着。那太好了。